怎么办？他们要四个，有点凶了。先知，那居然是个佣兵。佣兵修二楼级，疯狂跑马拉松啊！牵过来牵过去的。鸟叫的有点喵啊！啊，这边我干扰电机去了。吃完了，四连，这不是个三连，这是个四连。看佣兵能不能倒了，然后准备手电机。哎呦，这判定有点迷啊。真敢杀呀！手电机。吃完了。这家这把被跑马拉松了，牛没吃的应该是一个无人。这只要三个先知，他知道我开局在哪，他完全可以就是跟你跑，还拿他没办法。要投了。压好了。
佣兵有资玉，我猜他没有。接船，无人空了就很难受，这把。哎呦，怎么踩到泥潭了？没了没了，这把应该是跑了，认错人了。其实我以为那个刚才那个跑另外一边的是一挂死的，搞错了。然后其实这把带个插眼要好一点，不应该。这小蜘蛛，我要没抓到人的话，八十的丝在手上，我也不亏。直接去小木屋。先知。我来卡了这吧，哎，这个闪现怎么回事？那么好卡模型啊，没了没了没了，这是要崩了。还剩一台哦，啊！
么舍不得的吗？留一把枪啊！那我猜猜佣兵到哪了？应该是在海边。哎，我不知道他在哪呀。守的话也不好守。还是得守，不守的话更没法打。要好了。直接飞了，哎，有机会了。门没打开。还是蜘蛛强啊，即使抓不到人，他丝多，存上个100再去抓人，我不贪，我就在旁边逛逛。一个战队了，难打，难打的要命。没见几把碰过的，空姐。这鸟干嘛？挂不了了。这个人不能挂，空姐在门口堵着。哎，他又走了。他可以堵啊，干嘛不堵啊？他在拖时间。
鸟呢？你不给吗？一只鸟失误了，然后其他的没有了。亏呀！我要换人挂的话，换台电击手，一样的。那就没了呀。这换个人挂，换出事了。舍己为人啊，可以啊，感天动地兄弟情，那你留下吧。算了，这次老实一点吧，直接我正常路线了。佣兵不管，那还有一个。天职。
滑板加速。没有。没有加速。用过了吗？这板子还不下吗？转不地，转不动了。被鸟续命了。佣兵在火教堂中间，然后是娃娃过来修了。说话是这么自信的吗？毛啊，不管。打娃娃这个限制就没了。压好了，扛不扛刀？啊，没了，我很难受。闪，你先打尸体。两个人都是一吐死。
你修得动吗你？还抢机子？先知是修三连了，废墟有个人跑了，也是先知，两个先知却都在医院，绕一下。都限制了，他方舟加速用了，这你都敢翻呐？真以为我不敢打他？修得好快呀、啊！你救不了人了呀，换些石。他好像想赌一局。好卡呀、啊！等会儿需要重启了。应该是那个。干嘛呀、啊？什么情况？从他身体穿过去了。那结石肯定在这里面玩娃娃。
我看谁在跑，机械师、小木屋，两个人，机械师和佣兵在废墟。还一起跑呢？这两个人有点东西啊！还玩，这真人就在这儿。我弹一下，我就弹一下。哎呦！哎，完蛋！还好，问题不大。这都能被震慑了。准备汽油刀。好，有没有被救了？哎呦，这也太真实了！哎呦，又打了个厄运。之前他们问能不能到五阶就是个问题了。简直窗户那边呢，翻进去了，撞脸了。这人失误了，往脸上跑了，没加速了，应该可以把他压了准。这人好年轻啊，
他稍微骗你一下，就上当了。他也不是一个资深的老司机。哎，哦，要侧着放。你看另外一个先知难不难受，他跑哪修我就跟到哪。哎，我又来了。好了，不救了，这人卖掉了，卖掉那我撤。还不救吗？先知这么无情的吗？还在修。你不救，幽冥又不可能过来救。他还真敢来吗？我靠！膨胀了呀！这谁给你的自信啊？送you